我是刚刚列车长，来2009年12月20号，瑞芳红桥路16:16，说要拍摄时有列车通过。应该是我的408次。来，408次救援线，看我说全车怎么通过。这408有点慢啊，左边通过。没有踩点啊，236讲错，236是原来是236，拜拜。236了，236是从北回香港花莲的第2辆天八百型9辆变速箱，只想要在瑞芳分家通过，两个字就那，拜拜。